好耐冇喺呢個台去講嘢，有啲唔係好習慣。喺當中其實唔單止唔習慣，其實我被邀請嘅時候咧，我已經好想婉拒。真即係呢個抗爭呢個名，其實咧我好和理非嘅，所以唔識點講。牧養呢一代嘅咧，其實我只係雨傘裏邊喺入邊、外邊、前前後後，其中一個只係被上帝呼召我進入去參與嘅其中一份子。所以要講，我只係代佢哋講。聽完 Kelvin 講咧，我又更加有啲覺得我唔使講，其實佢差唔多講曬。但我一路都祈禱，或者即係由邀請到而家，點解我被邀請？我同李耀坤博士講，佢越講，因為佢話俾我聽，一度坐低嘅好多人都係傷，可能同我一樣喺度受傷，好多覺得自己失敗，覺得自己唔得。我估我哋正正要面對嘅時候，點面對？我估我哋個人都有唔同嘅處境，但係可能經歷嘅係一樣。我經歷嘅同 Kelvin 一樣，我經歷嘅係上帝呢個三一嘅上帝嘅真。我估喺呢個時代要面對無休止嘅抗爭，我哋唔係需要咩大嘅道理，卻係就係剛才呢一種有血有肉好真嘅一份嘅分享。其實咧，我係一個即係我講我嘅心路歷程嘅啫。其實我係一個青少年嘅牧者，向來咧都好關心社會。我祈禱咗好耐，我喺呢一個嘅佔領嘅運動入邊，我應該要扮演一個咩角色？我應該要做乜嘅？我最後只係諗翻，我要做自己。我用一個咧牧者嘅身份去加入一個叫做教牧關懷團，但係出淚彈之下，我每一個人都好震撼、好驚惶、好焦急。不知所措，不知应该可以做什么。其实我们这班牧者一样的，圣灵的感动还是个人的冲动根本分不到，就是一个勇字就去一起去瞓街，每一天还要是每一个小时去办一个祈祷会，禁食这个圣餐的一个咁嘅崇拜。我哋更加做过嘅，成班教牧走去龙和道，企喺呢个一班嘅警察同埋冲突者嘅中间，喺度扮呢个嘅和平使者，系扮嘅，乜都做晒，唔知做乜。一个礼拜之后，其实我哋发现一样嘢，所有嘅群众都走唔到。冇人有一个意思要走，我哋就死死气，要即刻喺嗰度驻扎喺呢个金钟。但系嗰刻对我嚟讲，我更加感受到一份无奈、无能、冇方向。我根本唔知道可以做乜。嗰时候正正系我安息年嘅时间，我差唔多每一日都去到占领区，无论系金钟定旺角都好。但我一路行。一路問，一路去睇，我睇見一幅嘅圖畫，就係啲群眾好似羊冇牧人一樣。如果你記得馬可福音六章，耶穌睇完呢一幅圖畫，就同門徒講：你去俾佢食。我就係咁樣開始咗逐個嘅。营逐班人尝试去探访他们，我进到他们当中，跟他们一起听下他们的故事，甚至警察和蓝丝的故事。是啊，没错，蓝丝
其實我更加覺得藍絲更加好似羊沒有牧人一樣，真係佢哋比我哋更無奈，比我哋坐喺度嗰啲人更加孤單，唔知可以點。我曾經有幾個藍絲嘅家長走嚟揾仔，我哋就幫佢長話短說，我哋真係幫佢最後尾係和平地解決。佢哋甚至我試過見過一個係拖住走，拖阿媽拖住個仔就咁離開。喺當中，你都有人問我點面對，點樣去同佢哋傾。其實我估我自己都唔知嘅，我真係拎住個勇字就去。不過我估我回望嘅時候，我發覺原來比我想象中更加嚴。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唔同嘅經歷、唔同嘅感受，大家只係唔識講，唔識去面對。只要我哋肯放低，唔高高在上，唔死撐，唔扮曬識，唔係諗住教你嘢，佢係謙卑、包容、接納嘅時候，喺當中用心去聽，原來每一個人都樂意打開佢自己嘅心，去講佢自己嗰份嘅刺痛，嗰份嘅傷痕。是啊，其實每一個我聽親的其實都是帶著一份不是刺痛，我的感受是傷痛，是傷到入去。我逐個營去探，逐班人去找，我有時覺得自己有點像個軍醫，在個戰場裡面去嘗試執下這些傷者，甚至執了一些屍體。但是做軍醫難免去參與一個戰爭，除了很夜之外，因為我頂不住年紀老邁不可以頂那麼久，基本上我每一場大大小小的事我都在這裡見證。衝突的時候我除了做花生之外，其實我都幫下手急下救，去幫他們遞下水。我也試過為了要保護一些已經受傷的人，跟一些警察 面對面近距離的對峙。我更加試過在警察局之前去支援一些被捕者的家人，用了很長的時間，日幾的時間陪他們一起。那時候我習慣做一件事，我會去到天馬公園去安靜，在下午的時間沒什麼人的時候我就會坐下。在那刻我慢慢去省察到一個問題，原來我自己的狀況跟他們一樣，我跟他們沒有分別，我真的受傷了。 我整個的人的那個情緒都是充滿著一份的怨恨，一份的委屈，很失落，有些憤恨，不是有些，很多的憤恨。但是在當中我講出我更加感受一件事，我更加明白連蘇哥叫做即有些神聖光環蘇哥，其實什麼都沒有，都可以講出出一句，即是那一班真是現兜兜兜頭兜面兜這樣去打的受傷的那一班，他們不單止是肉體，是他心靈受傷的那一班，很明白他們那份的憤恨，那份火，還有為什麼他們會繼續去抗爭，他不敢抌低他自己可以放得低那個拳頭。恨好的時候我怎麼面對，我恨好的時候有一班群體，一班願意去守護我城的一班的弟兄姊妹，我坦然跟他們說我不得，我好生氣，
我顶唔住，我真系受伤。我同佢哋讲，我唔掂，因为好特别，就呢份爱，爱嘅拥抱，佢哋揽住我，同我哋讲，我哋一齐撑，我哋一齐揾出路。其实呢一班都系受伤，但系我哋就一齐去撑，一齐去面对。当时其实在那个场面雨伞，很多人去讲一样嘢，就是唔该你哋在场嘅，快啲请佢哋啲青少年走啦，唔好喺度啦，快啲散啦。不过我哋每一个留低喺度嘅人都知，其实大家都好失望，觉得自己好失败，面对前景亦都无望，好想做一啲嘢去证明自己喺度，自己冇嗰个希望仲喺度，所以留低嘅就系呢一份，为咗要证明要做一点事，冇一个人会咁走，我哋亦都冇人可以劝到佢哋走，劝唔到，唯有嘅一样嘢就是陪佢哋一齐面对同埋转化。我哋用咗一啲解说嘅技巧，一啲嘅辅导嘅技巧，就同佢哋一齐去倾，倾嘅就问佢哋，你整个嘅运动入边得到乜，体会嘅系乜嘢？有乜你值得用基督教嘅俗语？有咩值得感恩？当然我哋唔敢讲呢句说话。我哋更加问你有咩嘅希望，有咩嘅盼望？又系唔敢问，所以我哋问佢：你渴求定系你点期望？香港繼續的將來是怎樣？跟住問他們，你們自己想怎樣參與在當中？當我們不斷問每一個的時候，我發覺他們心靈開始去預備到可以離開，離開清場，趕就要清這個場一晚搞定，但是青年人心里面的墙清不到，伤未完，梦未完，所以抗争从来都没有抌下过。其实我看见大家，看见自己，我都觉得是要消化那八十九日，甚至很多的青年人不只是八十九日，是九十几日，好需要那份的消化，好需要去清理所想所感，才可以再重新再上路。但是急速的都市入面，还有整个城市用一件一件冚过来的浪，我们是完全招架不到一个又一个面对不同的事件要去回应，加上自己的工作生活人际那个的张力，我所接触的经历过雨伞的青年人，他们个个都知道自己内心不行，有内心需要搞定的一些需要，但他们宁愿压抑了这份的感受，即使过了一年两年，他们那份痛还在，他们那口气从来都没有扔下过，他们消化不到，他们未落到。其实我都是一样的，完了雨伞，虽然我知道要消化，但很难面对。我有点像以利亚入了个山洞，在那里抑郁着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不过我觉得不妥。我在那一刻我很知道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我什么都没有渣拿，不知道怎样的时候，
我有一样好揸拿住，我哋都唔谂其他人点谂，但我依然相信，我坚持住我嘅信仰，基督系冇改变。我要去医治，我要去面对咁多日累积嘅事，我唯一一样嘢只可以去翻信仰入边，去翻圣经入边去揾。是我要跟上帝面对面去问，去追去跟他谈，跟他讲数，我才得。因此那时候我用了很长的时间，每一天用更长的时间去灵修，去跟上帝谈。我也都找一些熟灵的长辈去分享，去开始看更多的书同埋去查经，特别先知书，去揾，去问到底有咩出路去。另一方面，我开始写翻我九十几日嘅经历，系啊，我其实系九十几日喺当中，我面对我个伤痛嘅记忆，我喺当中见到一样嘢，真系。其实这么多日里面，上帝没有离开过香港，大大小小的事，我这里可以找得到上帝，我见到上帝那个保守住。很多人都懂得说，八十九日竟然一个人都没有死，这个不是在我的口中去讲出来，我在当中，我知道不是一个风凉的说话，是一个如果不是上帝的手，我见不到为什么可以不死。我慢慢去找，慢慢去回忆，我慢慢去懂得去转化，出回这个洞。我要再去想，继续要走走下去的时候，我其中一个问的东西就是，上帝你想我继续怎么做？我问了上帝很久，他依然跟我说，你的召命没有改变的，你是一个青年，你做青年人的牧者。我看到这里不多青年人，即是大家应该是很关心青年人的了。所以我估应该啱嘅，同你去讲。我继续做一样嘢，我不知道大家是咪，但是我自己很坚持，我陪他们一起继续转化，继续去面对现在时代有很多的问题。但是我坚持要他们做一样东西，就是你不要离开属灵的群体，因为你们会很孤单。我要他们在一个属灵的群体有这份爱，大家一起去坚持，去追寻，去追寻在信仰里面很重要那份的坚持信念，去追寻一份信望爱。我跟他们常常都讲一句说话，我们仍然要相信，我们仍然要去相信历史的上帝是昔在、今在、将来的主，他是有工作在这里，我们可以有希望，我们在希望的当中，我们可以好像先知一样的想象。这个想象正正就是在无望的时代里面，我们可以从上帝的眼光去想象，去行动，即使那个行动是失败，即使
我哋等亦都等唔到个结果，亦都等唔到我哋心里边嘅结果。我哋仍然要相信，我哋仍然要去想象。我知道大多数都系关心青年人嘅人，所以我咁讲，我好想要谂面对抗争，面对灵命。我好想咁样讲，喺呢个灵命入边，我都好想你哋坚持一样嘢，或者呢个正系我嘅坚持。上帝喺呢班青年人入边系有希望，喺呢班嘅青年人，佢哋系得嘅。你如果要为着爱佢哋，唔该大家四开。去开一条路俾青年人敢去想象，敢去相信上帝。